难道非得要死人了你才会醒悟吗？你们凭什么来指责我？你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，你是去协商不是去吵架。哎，来讲法叫讲说，真经有问题。哎，不讲法不没问题，那娘对不起。你真经做得无牵无挂，勇敢坚持，阿爷明天开始啊，你不用来了。